我是就是想出去以后，因为马上快到我的生日了，然后我就想，如果生日来不及的话，就等以后给就是支持我的青春制作人们开一个见面会。然后第二个是就是开完见面会以后，大家肯定都很饿，那么我们就应该去干什么呢？就应该去，就是想给他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，然后。因为我就是比较会做饭嘛，然后爱好也是就是做饭什么之类的，很喜欢这种创作型的这种创新型的东西。然后第三个就是去旅游，夏威夷。